情报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，电台是情报传递的主要设备。由于我军条件所限，每一部电台都十分珍贵。作为情报工作人员，要像了解自己身体一样去了解电台。郭社长，来吃饭了。也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守护电台。我们的电台因为功率比较大，所以发报的时候会影响周围的电波。走到
李湘同志，上海已经沦陷，我们在那里的电台遭到日军全面破坏。上级命令，你尽快潜入上海，与那里的同志取得联系，重建电台。司令官は君たちの仕事ぶりに非常に満足している。司令官はそう言いました。武士は土地を征服する、君らは頭を征服するんだ。上海にある全ての新聞、本、ラジオ、特にラジオなどは君らが制御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。わかりました。1937年，我第一次来到上海。这是和延安完全不同的世界，空气中充满着阴霾。在当时的上海，电台的重要元器件都被严格控制着。想要组装一部新的电台，困难重重。金老板，肃清上海地下电台，你功不可没。我已经命令黑龙会严查所有可疑人，绝不允许他们死灰复燃。没问题，我入过共党，也给中统卖过命，他们的手法我了如指掌。你记住，不要那么盲目自信，轻敌往往没有好下场。兄弟们，明天我就要北上去参加八路军。我也要去浙江去给新四军造枪造炮。你们男人上前线打鬼子，我在工厂纺纱织布给你们做军装。万兵，你呢？上级让我换一家工厂去发动那里的工人。对了，兰芳你怎么样？我还没接到任务。叫你不要问，哪壶不开提哪壶，该干嘛干嘛去。你最喜欢吃的。
是军军的参孙，这樊师傅的徒弟，那天我正好出去买东西，侥幸没死，但是我成了一个孤儿，我终于把你给等来了，我想回家。 我想回家。
住！宋哥，怎么了？出他妈大事了！死俩日本人，我一看还是他妈黑龙会的人。宋哥，宋哥，您看，一招毙命。喂，哎，太监，亮佐，山崎大佐がお呼びだ。寇君様，寇君様。三妈，どうした？死了两个黑龙会浪人，都是要害 boy， 是高手。金をもらっといて、一人一人見つけることはできるの？对不起，请大佐多给我一点时间。撤了！戻ってこい！これを飲み干せば3日の時間をやる。Thank you.
やつらを捕まえ。逃がすな。快走。止まれ。妈，我给您买了您最爱吃的三黄鸡。我不要汉奸孝顺我，我不想看到你，你给我出去，你给我出去，出去，你给我出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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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出去。哎，妈妈，我走，我走，我走，你别闪着腰了。杨总，你妈有毛病哦！你作息啊，脑子有问题哦！从小到大，你就喜欢当好人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好人没好报。做好人也有错吗？在我妈眼里，我做什么都是错的。我们从小一起在弄堂里长大，我知道。他只是不想让你，像这样活着。我就不明白了，我现在这么活着怎么了？我告诉你，像我们这样的人，在这个世道里面活着只有两条路，要么做坏人，要么做死人。我说死了，我妈谁管？昆仑山，我是刘洋河。上海电台重建任务已顺利完成，等待组织进一步指示。另，请核实预备党员岑子墨的真实身份。林翔第一次发来电报，首长，太好了，全力配合林翔的工作。你去找有关部门核实一下岑子墨的真实身份。好。この人じゃないです。大臣、行。啊，这个。こいつじゃない。啊，坐好，坐好，大臣。止まれ！
续啊。你急什么呀？我跟你说啊，人抓到了，我真生一身病气。抓什么人啊？艺妓馆的人呢？我跟你说，一窝端全都给抓了。东哥，你着什么急呀？等我呀！东哥，东哥。小东，等你半天了，艺妓馆的照片。办手续办事，核实过后就可以交人。
里去。这里去。想混什么？要是再让我看到你，你就永远在这待着。滚！上级派来了一位同志，需要有人协助他应付环境。这是组织对你的信任，一切听从接头同志的安排。你打扮这么漂亮要去哪儿？他们几个都被日本人拍下来了，没有人能救他们，我只能救你一个。纺纱织布给你们做军装。兰芳，你怎么样？
谢谢你救了我，但我不想再见到你了。喂、啊，你干嘛？你叫兰芳。啊，跟我过来、啊。你是谁啊？坐好了。别动啊！别站起来啊，坐下来，别动。我们拍结婚照，放松一点。拍什么结婚照？人家还没对象呢。我也没对象。愣着干嘛呀？看这里。笑一个呀！你这么丑，谁娶你啊？你说谁丑呢？你说谁没人娶啊？我说你。我现在就笑给你看。来，就这个表情，三二一。12点了，休息吧。你睡床上。嗯，那你呢？我还要到阁楼上去工作。可以拿个枕头吗？哦，可以。谢谢。我去那边睡。
做的什么呀？你要不要尝尝？怎么样？好吃吗？八桶。碰。一万。哎，林太太，侬先生做啥事体？我先生他是开裁缝铺的，我们准备要开一个裁缝店，他老家是浏阳湖的。河。浏阳河。农侯。农好。农侯。嗯。灾尾。灾尾。灾尾。嗯，漂亮。你先生今年多大啊？他出生于清朝光绪。兰芳同志，你要知道，你的每一次犹豫和失误都有可能将自己和同志陷于危机之中，再来吧。发报手法就像发报员的指纹，没有两个会完全相同，所以模仿别人的发报手法是有效的隐蔽手段。你的手指感觉是难得的天赋，来。医生，我没啥毛病吧？找法开药吧。来啊，来。哎，林太太，侬儿作品咋好了？我就是想请你喝个酒，你打我干啥了你？都成别人老婆了，你还看他干啥？你要想要媳妇儿，我给你介绍。
对了，过两天晚上我们一块出去玩吧。去哪玩啊？我知道一个好地方，那里的男人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老公旗袍做的那么好，别忘了帮我做三套啊。我跟你说啊，我要一个短的，一个长的，一个前凸后翘的。你真是的。我也要做啊，我有刚炒的花生瓜子来一包吧，还有新鲜的点心，太太买一点吧，买一点吧，太太。来包瓜子，你也给我来一包吧。我也来一包。好，谢谢太太，谢谢，谢谢。尝尝，好吃吗？我跟你说，那天我们家酱，甜中不甜。你一把给你，这是我亲手炒的。太太，再见。亲爱的同胞们，百团大战已经胜利了，抗战并没有输，我们的反击开始了。虽然鬼子封锁的消息，但锁不住我们抗日到底的决心。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，鬼子的末日即将来临。支援抗战，统统离开。你先走。又要我先走？乖，先回去了。乖，走吧。是我亲手炒的，你最喜欢吃的。太太，再见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我最好的朋友万明牺牲了，就在我眼前。要革命，要抗日，就一定会有牺牲，你必须坚强。我很坚强，可能是我最好的朋友，而我呢，我什么都不能做，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在我面前。你现在的心情我很了解。你根本就不认识他，你怎么了解？别人在那里流血斗争，而我在这里享福当太太，这算什么革命任务？李湘同志，我请你放我走，让我去能和敌人斗争的地方。你相信我，我了解。我17岁的时候，跟着红军去打长沙。同村一起参军的10个人，只有我一个人活了下来。朱牙子、黑鱼、四毛，他们都在长沙城外牺牲了。我把他们一个个背回来，把脸擦干净，再一个个埋葬。后来长征路上，我又再次做过同样的事情。可是我也不怕死呀，我也不怕牺牲，我不怕流血。可是我不要做你的假老婆，我不要为你过日子。怎么了？你认为在这里不是和敌人在斗争吗？打麻将还是看店铺啊？这也叫斗争？
那你认为什么才是？这才是，这才是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这张传单的底稿是从哪里得来的？我怎么会知道？你，我，就是你，是你从照相馆取回来的。因为你，全上海的老百姓才能第一时间得到捷报，才会更坚信我们一定会胜利。万斌就是因为这样牺牲的。林太太，侬还早拼早了。胜利不是一朝一夕的事，大楼也是由一块一块小小的砖头盖起来的。要胜利，就要先成为一块砖头。凌晨两点，你到阁楼上来看一看。在没有确定脱烧之前，不准回家，不准去接头地点，不准见任何同志，这是铁的纪律。人家说你先生啊，不仅衣服做得好啊，还能弄来不少好东西啊。哪里，只是有一点点门路罢了。听说可以搞到重庆货啊。不好意思，怎么？哎呀，林太太真是手里有牌呀。累了吧，喝点水吧。谢谢。而且我来。好，情报中的每一个字都由四个数字组成，你看，以这个为底本，刘亚河的刘是9605，有机会我会教你。面前这个带着书生气的男人，每天都向外界传递着上海细微的变化。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，他的从容与平和成为我的依靠，我们的心越走越近。洗出来，加急。箱子里的胶卷呢？现在哪里？说，雅人，好，慢着，慢着，
这群畜生找到了，到底杀了我呀，耍什么阴谋诡计？就是他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林翔呢？临时接到活，做衣服去了。去哪儿了？黄毛饭店。哦，我给你织的毛衣要不要试试？回来再试。凉凉手。抓住那个人！就是想找死是吧？来，起来！开枪！开枪啊！是不是不敢开枪？你到底想干嘛？Thank you.
为了别人更好的活着，这叫牺牲。妈不知道你今天遇到了什么人，可妈知道，这世界上就是有人愿意为了别人而牺牲自己。爸，妈。去买点香烛，还有纸钱回来吧。子墨，你陪他去，小心点。誰が誰だろうと、これが上海からの最後の電報になるだろう。報告いたします。発信源が現れました。現在位置を測定しています。公共図解にあります。報告。316号敵発信機を発見しました。発信源は疎開庫にあります。位置測定に協力を求めます。はい、了解。报告首长，林翔同志来电，一级战略情报，日本将在太平洋有重大军事行动。我立刻向中央汇报。
首长，林翔同志他又发来了一封电报。是热的。これを見つけました。発信機であります。五代大家董源，南派山水画，开山鼻祖。其画树林野树，平原幽深。其笔法如马披散，而错落有致。师父现在生死未卜，我们却只能躲在这里。我要去救他。子墨，你干什么？你怎么？你是来抓人的吗？你往常的冷静都喂了狗了？你要真把我当汉奸了？鬼子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，你现在去就等于去送死。亮堂，我告诉你，我就算是去送死，我今天也必须要去救他。你给我让开！子墨，让开！子墨，你们都别去，我先生我自己去救。喂，没事。干嘛呢？你们是不是连自己闷肠了？子墨，啊，不好意思啊，二婶，请老板娘消停。发报手法就像发报员的指纹，没有两个会完全相同，所以模仿别人的发报手法是有效的隐蔽手段。もしもし、はい、わかりました。力強がまだ生きてるって。前より活発になった。人違いだ。絶対にやつだわ。我々の鑑定では、林翔の家から出たものはただの地震機とラジオだ。発信機などない。そんなもので、今度我らの時間を無駄にしないで。ありえん。了
扣起来。我是来见我先生的。你是共产党？共产党有这个吗？汽油？不可能，这是走私货。我先生只是白手套，他帮重庆的大人物盯着这批走私买卖，但是现在事关我先生的生死，我可管不了这么多了。我要用汽油换我先生的命。现在这个世道，死两个人跟死两只蚂蚁有什么区别啊？但是这两只蚂蚁可值两吨汽油，而且我们将来还可以给你们提供更紧俏的物资，猪鬃、桐油、生漆，这些可都是你们最急需的。太过分了。喂喂，康益国际船务公司，我现在就要拿这批货。提货号码，如果你们两个说错一个就都得死。9605-5414。停！你说，731149605-5414-7311。是的，有这个提单号。好。可以放人了吧？哎，慢着，我重庆有朋友，我打电话确认一下。嗯，被我发现说谎，你们不得好死。你好，给我接重庆9号专线。好的。救我！救我呀！爸爸对我笑，我是爸爸吧。如果我们不能看到林翔的话，你就再也没有机会对你儿子笑了。
你们这对狗蛋就想害死我？老子不是吃素的，冲天也好，走私也好，来了我的地盘就定要跟我打个招呼。他们说的是真的，可以放我们走了吧？等等，货不是已经到了吗？现在就去。我都说有了。嗨，这回能放人了吧？把他的油都带回去。放人，放人！你知道这样做很危险，会没命的。我知道。可是我怕你离开我，不要再丢下我一个人了，好吗？我答应你。怎么会想到用那些数字？9605-5414-7311，浏阳河，那就是你，我记得。ドラム缶を開くとガソリンは少ししかない。残りは全部水です。新さんも行方不明でした。爸爸，我们这次又要去哪里啊？你们这些人还真挺奇怪的，就好像你，大猫、子墨还有蓝方，你们好像永远都不用考虑生活到底该怎么继续下去，就永远觉得自己做的是对的，甚至连去死都不害怕。应该是牺牲，对吧？为什么会有牺牲这个词？我妈跟我说，我爸就是牺牲的。你父亲叫梁三立，对吗？梁三立是工人领袖，五卅惨案的时候，为了维护工人的利益，死在鬼子枪下。你父亲是英雄。而你是英雄的儿子。
师父，师父，子墨，师父呢？为什么这么晚？今天任务遇到点情况。来自日本的共产党员惠子，以医疗观察团护士的身份带来重要情报。都走，我先来。看看这样，南京伪政府的最高首脑，民国1924年，汪精卫遇刺中枪，子弹伤了他的中枢神经，后来他去日本求医，报纸上天天说他愈后良好，即将复出，没想到他落得如此下场。他是罪有应得。这个消息我必须立刻向上级汇报。嗯。昆仑山，我是刘洋河，汪精卫在日治疗失败，已经末日。另外，传送情报的日本共产党员已成功隐蔽，请求上级指示。新聞紙と遺書を見つけました。医療団にハンセン分子がいるって知らなかったの？知らなかった。本当に知らなかったですか？快点帮忙收拾东西，我们要尽快撤离。上级指示，带惠子一起转移。好。还有，为了安全，电台分开埋了。半个小时后，我们一起去接惠子。我知道了。快点，快走！全上转的谁们？黄九，法国的，最棒。嗯。你去哪里？你给我慢走！ハンセン分子の行方が分かりました。彼らは郊外にある廃棄工場に逃げようとしています。还是大高乐的，说不清楚。无所谓，我代表法国征用它。这也太破了吧，还能飞得起来吗？飞机多坐一个，三个人能飞吗？三个人可能起飞不了，但看我的技术，没问题。兰芳，你保护惠子，一起走吧。我不走，要死一起死。这是命令。你说过你不会丢下我一个人的。我一定会来找你的，相信我。
旅行结束。我想回去。片儿，我推你走。师父，兰芳，我们的胜利即将到来，所有的牺牲都有了回报。你和孩子能同全国人民一样，过着和平、幸福的生活。再有20天，我就回家了。